妈抱着孙女走在路上，突然一辆机车。孙娘被机车追撞，孙女从阿妈怀里掉到地上，女婴哇哇大哭。路过骑士乘客马上下车把女婴抱起来秀秀，其他店家也都来帮忙。阿妈倒在地上，头部流血，左手脚都擦挫伤，幸好孙女只有头肿了一小包，两人意识清楚，路人也赶紧帮他们叫救护车。救护人员将祖孙两人送上救护车的时候，小孙女被吓坏了，还在大哭。阿妈心疼乖孙，就算头撕裂伤，包着纱布，顾不了自己在痛，把孙女抱在身上轻拍安抚。阿妈送医检查，发现有脑震荡，需要住院观察。孙女无大碍。就突然蹦一声，没有飞出去的，我是被别人抱着的，因为小孩子吓到了。事发在台中南屯路二段，靠近南屯老街，撞击地点路边还有阿妈的血迹，疑似是撞到了招牌底座。车祸发生在20号早上11点多，65岁的杨姓阿妈抱着7个月大的孙女。走在路上，疑似是中午了，准备要买吃的回家，结果被57岁的王姓女骑士从后方击落。警察到场了解之后，女骑士自称是要闪一台正要巴库的四轮电动代步车，但警方不这么认为。未注意前方同向，有一行人手上抱有小孩。警方初判四轮电动代步车本身没有违规，也没违停，而祖孙受伤可以向女骑士提起伤害告诉并求偿。只不过祖孙俩好端端走在路上，惨遭追撞，无辜挨了皮肉痛。TVBS 陈乃崇、罗欣台。台中报道，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